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无忧房色情，我是老郭。大家好，我是翟晨。现在我们要离开梅福德寺，然后去火山口湖国家公园去看。中国人一般说这种叫天池国家公园是吧？对，它实际上形成的方式就和中国的天池是一样的，是一个火山口的形成的一个湖。很期待啊。大概因为一路要上坡，这个路上呢要走一个半小时将近。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出发的时间呢是下午3:30左右。嗯，因为这个火山口湖尤其是冬天它很多地方都不开，只开的一个地方，而且在冬天就是除了每年的七月到九月天气最好的以外，嗯，其他的时间因为它是在山上，大概有2000米的海拔，就是经常会阴天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查了天气预报，说晚上的5点到7点是这个阳光，就是非常好、非常晴朗的季节。嗯，所以我们就3:30走，争取5点钟到那个地方。嗯，就是说，如果要是夏天的话，这点时间是肯定不够了。现在只开了一个口，还是够的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景色也非常漂亮。大家如果来以前，一定要从网上查一下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官网。他会告诉你现在的气候是什么样子的，嗯，而且现在的路线哪些路线是不开的，哪些路线是开的，整个的这个信息非常的详细。它是动态的是吧？对，它是动态的。因为这个一路走呢，整个还要穿过一个大的叫做国家森林公园，嗯，很多。从这个官网上呢，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实时的 camera， 就实时的摄像头、嗯，你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山顶上，嗯，现在的气候是什么样？它变化太快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它主要是和山下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就是它是2000多米了以后，你看我们在山下，嗯，实际上天气已经很暖和了。对，可到了上面呢，是非常的冷，而且雪很大。嗯，对，要多带点衣服哈。对，嗯，这不知不觉的，你看就雪那么厚了。这个火山口湖国家公园呢，是在这一带非常有名的。嗯，哦，好像也是俄勒冈州的唯一的美国国家公园啊。对，其他都是省州公园。对，每年呢，据说是有40几万的游客慕名来这个地方看。估计都是夏天吧。下班了吧？他们 not entrance closed。 这是为啥 close 啦？啊， close 吗？来让上去吗？原来是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，我们就继续往上走。雪越来越厚了。这个地方呢，说是其实最好的是6月份来看。嗯，就是山上的雪还没有全化完，天气又已经很好了。另外一个就是完全是夏天了。嗯，冬天因为开的很少，你看我们来上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，路上就看到两三个车啊。现在就是这个，就是它的有餐厅啊什么之类的，要正常上班时间它还是开门的。对，这也是有人住在这儿，是吧？对，它有几个 cottage， 但是因为冬天嘛，人住的就很少。嗯，你看我们来了只看到几个车。哎呀，这2000多米的海拔了，只有这种小路能走到湖边，必须沿着这个小路走过去。嗯，到处都是雪，因为很多不能走的地方它都围拿绳子围起来的。到底啥样的呀？哇哇！啊哇！就是这样看的呀。对。哇！
一个湖来，真是太震撼了。其实这种火山湖啊，这个火山湖很深，最深的地方呢，说是有594米，哦，它是美国最深的湖泊，嗯，也是在北美洲，是其他地方还有第二深的，说是嗯，湖，所以它就写得非常非常的蓝，没有对，任何污染。尤其配着雪哈。对，它这种火山，这个火山口湖。那就是实际上和中国长白山的天池的性质是一样的，嗯，都是由爆发火山的时候弄的，新形疆是成不是的。也有一个所谓的天池？啊，对，好像是，但是我嗯，没有去过那个地嗯，方。对。据说这个地方的形成是在7000年前，由那个旁边一个剧烈的火山大爆发了，它形成的。当时呢，说这个火山爆发是几十万年来北美洲规模最大的火山。嗯。不过一说这种几十万年以前就有点神秘了。啊，是。这就是在火山这个破口形成这么一个湖。要是夏天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沿着这个湖整个开一圈儿，是吧？对，夏天可以沿着这个湖整个开一圈，要1个小时，说是。1个多小时，就是个，因为嗯。它各个点都可以欣赏，都可以看。对，现在都封上了，只能从这一个地方看。因为沿着这个一圈，据说是要走是33英里，所哦，以那哇，也至少得1个小时。嗯，哎，这真的是有人住在这儿，你还在这滑雪呢？对，他们可能就住在这儿上面滑雪嗯，度的。假。冬天呢，就整个的因为积雪太大了，就只有这一个口能进来看。嗯，这个小岛叫什么？这个小岛好像叫巫师岛。巫师。对。哦。在夏天的话，这个湖里啊，可以人可以下去，嗯。嗯。有的地方可以游泳，而且那个巫师岛呢，可以坐船上去。上去说有个 trail，好像我记得，没有，就是那个岛上面有 trail，嗯，对，然后是可的，是以的，坐船上去。嗯，说是，据说是这个，因为这个像巫师的帽子似的，就所以啊，叫巫师岛。不敢在边上走，就怕掉下去全是雪。还有人在那堆雪人呢。对，这个湖呢，那个我们刚才和长白山的天池去比，其实它比天池大了很多，它的表面积是53平方公里，也就相当于5个长白山天池那么大。哦，人家是堆的雪比你人都高好多。这应该是一冬天降雪积的雪，嗯。虽然它上面有一些化了，但是还是积了那么多。对，才2度，这山对，上。不过它整个的就是主要的这个路呢，它有铲雪的，一直铲。嗯，你看，这就是如果夏天来的话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牌子现在被埋叫上火了。山口湖公园，啊，现在整个被那个雪全部埋上了，我们找不着那个牌子了。对，这个 information center 也埋了一半儿，你看，对，这个啊，地方是一个可以问讯可以什么的，整个此生无顶了。嗯，唯一的好处就是人少现在。不过空气非常的好，清对，新，因为又是全部是雪覆盖的嘛，嗯，景色和夏天也完全不一样。对，以后夏天争你再来一趟，对。看不够，我觉得这个景。据说你如果是走得越近的话，它的颜色越蓝越绿。是与太阳的光线有关系吧？对。实际上与太阳的光和你的那个，这就是你看，如果夏天来的话，你还可以有那个船可以嗯坐过去，嗯，冬天就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了。对，与你看的光线，还有嗯，太阳照射的光线都有关系。对起来，才会发生不同的颜色。嗯，我们再放一下这壶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重新欣赏一下。
我们在山上待了一个半小时，然后趁着天色还不太晚，赶快往回返。路上正好遇到夕阳。关于火山口湖国家公园的情况，我们就介绍这么多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节目再见。